好，我们直接来试第一关。第一关感觉要洗技能吗？洗技能感觉有点亏啊，因为他那电影珠会越来越多。是不洗技能，感觉那血量不太够。没事，他一开始干嘛？就直接给我贴上七 combo 啊！再来啊！哇，没有，没有七就是抓痒。不过也好啊，他这个对抓痒，我们反而可以那个洗技能。二合天元可以过吗？二合天元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叫二合天元啊？你说进化之后的西蒙，然后两张卡片合体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二合天盟，天元，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。该叠个双指啦！咚咚，有了，火珠啊，有点调皮，这样好了。只要消电极就够了 ，OK。啊，我就想练转珠没啊，没有啦。其实除了消电极之外，第一关你还可以多消一个东西，是那个五颗星珠。有五颗星珠的话，就把它们消一起就好了。然后就可以累积那个双子的倍率。好像真的只消电极珠就可以活下来，这对减伤幅度太高啊。小西加大哥，小西加大哥是小西加大哥，我们不是有示范过了吗？昨天就玩过啊。那到底是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这六，这差一个。可以啊，现在我想要手盾把它带走，巴康姆应该怕吧，巴康姆应该还是可以，没有想要巴的话，顶多就是多磨一点。斜转变难转了，有吗？大家有这样体验吗？我个人不知道哎，因为我都是用电绘板，感觉不出来。我觉得都一样难转。不论是什么时期，斜转都一样难。第二关，左右风暴盾，想想看，我想直接拼个伤害。新珠，然后这队没有什么，这队没有木珠啊，没有木成员，所以可以这样点。好，然后开这个。哇，有两个开在旁边，哭啊！这样应该有结果，我觉得。主要是那暗珠的部分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有伤害够。第三关，天元还能放其他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天元可以放什么？但是其实可以一 combo 洗技能，可以先把那个水珠给滤掉。攻击26000哎，说我要不就打，要不然可以开这个，啊，哇好棒哦，舒服哎，然后我是如果认真起来了。应该是可以打死他的那种队伍哦。试试看好了。我要相信自己，我一定可以手转得到。
的有7耶，哇好猛。你要这里怎么办？我想想看，下一关是不是可以洗技能啊？现在把你下一关洗好了，所以这里我就直接把它打爆。这是什么？火跟水好了，随便乱点。应该点木的齁，啊，都可以，反正主要输出在那个双子，双子有的输出就好了。不是玩的哦，不不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没事。有有有，今天要过了吧？伤害其实很高啊，但你要等到七康。第四关，洗技能。我看我一康会不会死？应该不会死吧？哎，没事，洗到爽，洗到吐。没夸父可以换哪一只？基本上神族真伤都行，夸父的真伤效益也没有很高啊。我个人的话，我会再多塞一只下马西。如果你有练复制人的话，因为刚才很明显就是开下马西比较稳，我没开，没开就比较难过一点。他这种其实 CD 二，欸，所以认真来讲，我要拼手转的话，有空间可以拼。甚至不开技能都行，只要我能够带赛手转到七，哇，不是带，哎，欸，对，带赛，带赛包含手转到七的话，或手转或天降到七就可以。你看，赛王九是我八 combo， 他攻击24000，我们不会死啊，所以可以直接手转。又天降了，好帅！呜，猛的，有 feel 有 feel。反正不会死，所以就一 combo 其实也可以，挤到硬气度跳起来就好了。什么赛实力？欸，舒服有吗？然后就这样吧。下一关到底可不可以开？我是觉得啦，我这边就开个下马西就好了。下一关再开鹰骑都，鹰骑都的那种间距比较爽，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开下马西，然后把木珠跟火珠用掉。其实最聪明的做法是开双子之后把星珠给用掉。这样版面会比较爽一点，但算了，我们这边这样应该就可以过了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些是什么？好好奇啊！没有消到暗我们就过了，没有手消到暗就过了。我就知道里面一定有藏案。那个问号猪有点东西啊。没事。哎呀，不会到第一关吧？不要到第一关啊，求你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哦，吓死我。我们该是哪一关？点蓝盾那边好像不能黑科技哦，不然会到第一关。我们就点来盾那边，不要黑科技，其他感觉都是可以。你那很阴险，那个问号珠，我要把它隔离，我要把那个问号珠隔离开，他们不能出现在我的那个，不能出现在我的转珠路径里面，他们就会出事情。你看是不是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伤一定够啊！问题就在这个点燃盾能不能打61，所以你要把所有能够开的爆发留在这一关，
开着。然后勒，其实就直接转，啊吧，是开这个好了。嗯，把光跟新珠得先滤掉，然后第二个要滤的是火或木好了。木珠好像火珠好像比较碍眼哎，这样好像可以哦。这爆发全开了。应该是可以试试看。哦，有 feel 哦，哇，这个削的是整版，舒服，超爽，天降20，这已经是这队最极限的爆发了。所以这都打不过的话，那我想估计也没救了。这个配置可能就要再换个配置了。会不会过了抖一千？阿明是不是又在网络上嘴炮了？这种嘴炮我看多了，你先抖一千，我们再来谈，好不好？哎，不然这样，我跟你讲，阿明，你先抖一千，我会不会没过，我再还你一千，好不好？明哥啊，这应该可以，哎，多一个，好。八 combo， 18 6 38，牛逼！他该到底打多少啊？有人可以帮我算一下吗？赶紧上一关的那个燃烧盾。23的话，73哦，18+5啊，18+5会比较好理解。5这样。一千要怎么还？没有啊，我一定过啊，我干嘛还他？我一定过啊！22 732，哎，这是什么？15跟7是吧？我想看15的话，5 3 15 5 3 15 5 3 15，12345。我吃石头也过啊，好不好？他也没说到零食。12 34 35 18跟4吗？对，18跟4。我们敲了18跟4吗？对，18+4就是了。四是火珠，18好。18颗加4颗，好。叠个猪，开心。我就赌你阿明就是在嘴炮，好不好？我就赌阿明是在嘴炮。别在网络上嘴炮啦，阿明，早点睡啊。17是多少？5根，啊，这一把可能没有很多天降。一直爱他，真的很爱17耶。那就这样吧。他到底能不能让他赶快下去？20 6 38，不对耶，找个5的木珠，好，18+2，
弹珠有了。阿明登书中。会天降哎、欸，说实在，我觉得我可以先赌一把天降，然后真的哎、欸、不对，欸、这对对对对，我们先赌一把天降，真的没过的话再说。我们也可以先开心，先开龙科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小五科这样。这天降应该就直接解掉了吧？再开个龙科，他应该要去啊。啊，没去的话也没关系，我这控场龙科还可以打他第二回合，所以怎么想都是最赚的。哎，这感觉要过了。哎，是不是？你看，下马西全神也是挺 OK 的、啊。如果阿明斗红哥喝导游。公司导游喝过啦，抖点别的啊。阿明白这样子，我看你是有点害羞，我就直接说了啦，你敢抖一千，我就把一千捐出来让大家去抽好不好？我也不是要赚你这一千块啊，我真的用后悔打过的话，我就把这一千块拿出来抽奖送给大家，聊天室的大家有订阅我的人好不好？阿明可以吧？这帮你做球了 ，OK 吧，明哥。